专攻快讲 ，AKA 谐音梗王，小哥，我是张龙，专攻唱歌，然后我最近有学一点拉皮，那他们每一位都是在街舞方面，然后跟歌唱方面都是佼佼者，对，然后其实，在看他们练舞的时候，就会想起以前自己曾经年少的时候，又回到了当年很热血在工作战斗的感觉。做微记，然后下次要一起跳一下。可能要先帮我叫救护车。这么严重？我们就是一个传承啊，对，然后希望能够透过他们，能够把街舞的这个力量，然后可以带给所有现在年轻人。现在光棍节是一整天都要工作吗？是有下清单的吗？没有哎，没有特别下清单。对，因为我觉得现在再去下这种清单，他们都是热血青年。对，我们其实都是很正常的。对，但是就是。我觉得他们就是希望他们在每一个工作上面，就是能够在当下帮助。有好朋友的举手。好朋友。有光棍的举手。都举手。